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2000年代，李香琴2009年演出有一《我爱万人迷》，二《家有喜事2009》，释如泰 Selina。李香琴2010年演出有一李小龙，二花田喜事2010，释太后。李香琴2011年演出有一最强喜事，释郑与强之祖母。李香琴2012年演出有一八星抱喜，释院长客串。李香琴曾经演过的电视剧包括有无线电视电视剧。1969年，一录音机情杀案；1974年，一秋海棠；二永恒的春天；1976年，一春蚕；色巡落山之舞；二狂潮；色情黄美娥；1977年，一家变；色斯里慕容；1978年，一奋斗；色徐迪小梅；二恶人世家。释徐李爱兰1979年，一女人三十雨后，二女人三十花开两朵，三网中人，释方杨庆云1980年，一风云，释何区小青，二亲情，释苏瑞芳，三轮流转，释黄影霞舞，四执到宝，释柴姑娘，唐楼业主。1981年，一香港八 X 系列，释朱美容母；二火凤凰，释倪正妻子；三突破。1982年，一天龙八部，释皇后，段正明之妻；二星尘，释舒敏之母；三万水千山总是情，释阮大娘，主角阮廷心之母。1983年。一鸭仔李春光，二奶奶早晨，释冼伍丽娟。1984年，一生锈桥王，释林二嫂。二家有娇妻，三楚留香之蝙蝠传奇，释金太君。四香江花月夜，释梅艳芳母亲。1985年，一女四娘，二我爱伊人，三杨家将。释杜大娘，四钟无艳，释王母娘娘，五观世音，释文殊菩萨。1986年，一宝莲灯，释窦小娥。二陆小凤之凤舞九天，释花夫人。三刘文大亨，释伍淑梅，方锦昌之母。四妈宝太子。五赤脚绅士，释伍泰。六倚天屠龙记，释灭绝师太。1987年，一大运河，释独孤皇后。二生命之旅，释陈淑梅。三正印冤家。1988年，一誓不低头，释黄吴美卿。二当代男儿，释莫雪娥，简少康之母。1989年，一花月佳期。二他来自江湖，释何美丽，明师奶，靓姑。2008年，一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，释金蛇君丽，金老太。2009年，一盛世人杰，释狄太夫人。2010年，一晴月双白线，释高李淑贞。二公主驾到，释金太夫人。好。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分享呢条片啦。拜拜。